到你，却又无尽泪泣。长烟落日山河浊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命军士将古堡团团包围，记住，行动一定要轻，不可打草惊蛇。是，保卫古堡。
不能再拖了，动手。是，动手。是。关重重，步步杀机，千万不可掉以轻心。严令众军在搜索之时，切不可触碰堡内的墙壁和立柱。听明白没有？是，开始搜索。是。看来，他们已经将响银转移了。嗯，好快的手脚啊！刺史大人，怎么样？有什么发现？众军搜遍古堡各个角落，没有发现人迹。大人，这座古堡是空的。恩师，我听到了。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那么多辆大车。是怎么进入到这地厅之中的，又是怎么出去的呢？恩师，您说什么？这地厅当中四周都是墙壁，据我亲身经历和上次在地厅中所见，只有几道小小的暗门通往客房和大厅。可这几道暗门的宽窄，根本容不下装载响银的大车进出。是啊，这暗门，也就是仅容一人出入。那么。他们是如何令大车进出地厅的呢？火把给我。车辙。恩师，车辙断了，这好像走入墙壁之中了。图案是雄狮，
雄狮雕蟒蛇。雄狮。你摁住那个蟒蛇图案，好，我摁住这雄狮图案，好，我说一二三，我们同时用力按压，是一二三。暗室进去。所料不错的话，这里一定是古堡机关的总消息室。哦，啊，这些班车控制着堡内各样机关的启动。啊，哦，地厅大门，我想应该就是他了。哦，啊，兄弟，快！啊，一定是从这里将响音运走的。不错，500万两响银转运起来绝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他们一定走不远。总台啊，留下两个小队在此看守，其余的人随你我进入地道追赶，一定要将响银追回来。是。没想到是你。嗯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归义伯府啊。夫人，你和王强怎么会在这里？因为这里是我家。什么？这里是你家？正是。夫人，我记得在古堡之中，你将一封信要我带到凉州吉祥巷，交给一个叫红姑的人。我就是红姑。什么？你就是红姑？嗯，我就是红姑。既然夫人就是红姑，为什么那夜在古堡之中不直言相告？又为什么要我将信送到这里？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我说自己是红姑，你们会相信吗？话说得不错，但我还是不明白，既然夫人不在归义伯府中，又为什么要我们将信送来这里？阴差阳错造成了误会。误会？嗯，三天前
也就是你们来到古堡的那天上午，王强告诉我要连夜赶回凉州，可没有想到的是傍晚时分你们来了。当你们在闲谈中提到了夜宿王家堡时，王强的脸色立时变了，因为在一天前梅香在王家堡被救，堡内的天王庙也被人破坏。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些，但看到王强的脸色我就知道事情不简单。本来我将你请到房间是想向你了解夜宿王家堡的情形，可你出于谨慎没有将事情的始末原委告诉我，这也是我早已想到的，所以我提前准备了那封书信。夫人，这似乎并不是我想要问的问题。你先不要着急，听我慢慢道来。你走后我越想越觉得不踏实，而此时丫鬟燕儿跟踪王强进入地厅，偷听到他们的刺杀计划，回来向我禀告，于是我来到怀先生房中，一来警告他要小心，二来是想问出夜宿王家堡和梅香的事情，可你们并不相信我，于是我想反正你已经答应要替我将信和腰带带至凉州送到伯府，而我本来就要在当夜离开古堡，肯定会先于你们到达，这样当你们来伯府送信时自然会见到我，而我则可以将你们约到其他地方问清当夜王家堡的情形，要回那条腰带。可没有想到那天夜里出了很多事情，当我将你们救出返回房中，王强告诉我要晚两天到凉州，当时我就觉得大事不妙，却已经来不及通知你们了。原来是这样，今天早上我们到达凉州，怀先生便派狄春三人到吉祥巷送信，可到了傍晚他们还没有回来。真对不起，为儿行事不周给你们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。夫人言重了，我想你的那三位伴当一定是失陷在伯府中了。这一点可以肯定，当时我觉得事情有些不对，便问清了吉祥巷的所在，趁夜潜入伯府寻找狄春三人下落，可刚才到了后堂，不知为何脑海中一片晕眩，自此便不省人事。夫人，是你救了我吧？正是，刚刚我路经后堂听到里面有动静便进去看看，恰好遇到你晕倒在地，我和燕儿便将你救来了这里。吕蒙夫人搭救，远方惭愧，是我连累了你们。我今夜回到伯府后便向下人打听有没有人前来送信，可下人们都说没有人来过，我还以为你们尚未到达凉州，可没想到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打听出那三位伴当的下落。那就有劳夫人了。对，这里真的是夫人的家？是的。这归义伯府与王强黑衣社是什么关系？归义伯名叫王凯，是朝廷册封的世袭伯爵，他是王强同父异母的哥哥。他们兄弟二人都是黑衣社的圣骑士，这归义伯府就是黑衣社设在凉州城内的坛口。是这样，多年来这兄弟二人以爵位为掩护，暗中为黑衣社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，据我所知他们又在策划一个巨大的阴谋。是什么阴谋？具体的我也并不清楚，本来我将梅香放入王强身边卧底，就是为了实时掌握他们的动向，然而随着梅香的死，一切线索都断绝了，看来我要从头开始。夫人，我能不能冒昧地问一句，你与梅香为何要刺探黑衣社的秘密？此事说来话长，容威儿日后再为详述。元芳唐突，夫人恕罪。没什么，我也冒昧地问一句，你们为什么对黑衣社那么感兴趣？待时机到了，元芳自会向夫人言明。
虽然你我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，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那就是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。嗯。夫人，王强来了。夫人，元芳告辞了。来不及了，等你他。你们在这里等候。是。夫人，出什么事了？如此匆促。夫人先在府中安歇几日，明早我要出城去办点事情。妾身听说凉州城闭关锁道，相公怎么能够出得去呢？此事不劳夫人挂怀，我自有办法。夫人，内堂为何关着门呢？啊，是燕儿随手带上的。对，是我。哦。相公，这是怎么了？为何如此紧张？难道你是怕妾身偷人不成？夫人言重了。夫人，是我多疑了。哼，一天到晚在外面飞，还好意思怀疑我？我哪敢怀疑夫人，是怕夜深人静，夫人独自在房中不安全。行了，静姐好听的说，一进门就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，真够人一看。好了，夫人，我先走了。最近城中不太安静，一切小心。嗯，放心吧，我走了。走了，你出来吧。你，夫人。刚刚他推门的时候，把我的魂都快吓掉了。给夫人添麻烦了，元芳这就告辞。刚刚王强说，他明日一早要出城。我听到了。如果能够跟上他们，或许能查出些端倪。恩师，好像迷路了。火把！是。这座山谷是条死路，而且这条小路也不可能走车，难道这些人会飞不成？
曾台，嗯，你看到石壁上那个方形的标记了吗？嗯，你命军士爬到那个山崖之上，用力按压那个标记。是。你派人上去按压那个方形标记。是。你上去。是。再用力。大人，没反应。恩师，没有动静。下来吧，下来吧。是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恩师，这条腰带就是那个小姑娘梅香临终前交给你的吧？是啊，你看到了，这上面绣着两组不同的图案。几次的实验结果证明，这条腰带的作用就是破解这古堡之中的暗门、暗道，以及各种的机关埋伏。不错，昨天夜里在古堡中，我们就是按照腰带的指示找到了谛听的大门。是啊，可现在的情形又如何解释呢？一个方形的图案就在那里，可腰带上所绣四方形中还套着个椭圆形，和这个类似太阳形的图案却都没有出现。如果说这两个图案并不是刻在此处的，那么它们又代表着什么意思呢？恩师，我想这个四方形标志应该与古堡之中的那些标志的作用相同，是开启山谷中暗门的机关。是啊，我也这么想。如果说这山谷之中没有通路，那么那些装载着响银的大车到了这里以后又会驶向何方？而且这条峡谷根本无法走车，这难道不奇怪吗？恩师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先回古堡再做取处。是。走。是是。昨夜大军走后，这里有什么动静吗？本州在问你话。你这死机敢如此拖大，刺史大人与你讲话。住口！全都死了，他们的脸色怎么像活人一样？身上没有伤口，也没有中毒的迹象，他们究竟是怎么死的？还有多少驻守的军士？楼上还有，快走。
士们都死了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会不会我们走了以后，黑社的杀手前来偷袭，杀死了他们？绝对不可能，这个世上没有这样的杀手。啊？为什么？再厉害的高手，也不可能杀死这么多人而不留下丝毫的痕迹。你看看这屋中的门窗，丝毫无损，桌椅板凳更是摆放得整整齐齐，这就说明屋中没有发生过战斗。而且从昨天到今天一直在下雨，如果真的有杀手潜入古堡行刺，地面上定会留下足迹。可你再看看这房间的地面干干净净。不错不错。好，再有，黑衣社的歹徒们之所以撤离，就是因为此处已经暴露，不能够再做秘密联络之用。他们撤走的意图便是放弃这座古堡。那么既然如此，他们又有什么必要再跑回来行刺呢？这样做岂不是多此一举吗？不但毫无用处，更会暴露了他们的行踪。那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些军士身上既没有伤口，也没有中毒的迹象，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？这古堡之中有怪啊！啊，有怪！曾泰，立刻下令所有军士撤离古堡。是。我也是今天早上刚刚接到了城西地堡的快报。这件事，张氏大人，出什么事了？李大人，今晨接到城西地堡快报，一支天夺商队中的商人染上了怪病，一天之内已有八人死去。啊？什么？一天死了八人？正是。刚刚地堡等人前来对卑职演讲，怀疑这种怪病很有可能是瘟疫。瘟疫？卑职心想，而今凉州遭逢大案，一旦再有瘟疫流行，那可真是雪上加霜啊！因此，卑职想请大人特准，将这些商人的尸体运出城掩埋。闭关令是刺史大人所发，而今他不在府中，我也不敢擅自做主啊。可大人，你想一想，如果这些商人真的得了瘟疫，将他们的尸体留在城中，那可是大祸一件啊！万一……好了好了，事急从权，此事由你全权负责办理。第一，只允许这一支商队出城；第二，对所有货物严加盘查，一旦发现大量银两及可疑物事，立即扣押。是。恩师，众军已全部撤离古堡。走。
恩师，这是什么？好像是鸟粪。鸟粪？可是鸟粪为什么是红色的呢？再有，如此密闭的古堡，鸟儿怎么能飞得进来呢？这小小的红点着实有些奇怪。曾台，传令回师凉州。是。最近有没有人出城啊？嗨，您看看我们这儿的生意就知道了。往常打晨牌开始，出城的人就到这儿扎堆了，等人的，吃早点的，嘿，真说得上是高朋满座呀。可您看看现在，闭关封道，几天了，连个人影也见不着。哟，得，小的该打，可算今儿来了您这么一位。我还真不知道，这城关已经封闭了。哎，这城关要是再不开，我们这买卖也该倒闭了。快快，跟上跟上，赶快！知道刺史大人的禁令吗？队长，你辛苦了。您看看，这里有刺史府的批文。文艺，不瞒您说，就怕是啊。打开城门，放他们出去。是。等等。是你在说话吗？正是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检查这支商队。哼，你是哪儿来的神仙啊？哼，我们有官府的批文，你算什么？凭什么检查我们？不算什么，就是要查。小的不知大将军驾到，滥言造次，大将军恕罪。起来吧。是。为什么要放这些人出城？啊，大将军，他们有刺史府的批文。这车上装的都是死尸，是，都是得瘟疫死的。让他们都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你们是天托商队？是。把你们的蒙面巾都拿下来。大家摘下包巾。
既然你们是天托商队，为什么全都是汉人？请记得订阅频道，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